祝你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！耶、yeah! ！快跑！这里，等一下。生日快乐！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。哎，说，今天晚心情不好，到底怎样？我们聊高中的时候挺有兴趣。零头，我们认识很久了吗？二十几年。二十几年。哎，要去相亲了。嗯。想不到你也有这一天哎，望叔竟然会帮你安排，看来傅大律师也有难题了。怎么样？要不要试试我的计划啊？什么计划？这就要看你能不能进入剧本。哎，不错嘛，不到五分钟把女生吓跑哎，不然最后一场我主演，你配合就好了 ，OK 哈、哦。你好，我叫简璇，我是一位老师。渣男。你是谁啊？对不起，其实我他是谁？你先听我解释一下哈。还是你要解？助理工，我爱你。啊，金先生，那个你们继续吧。怎么就放开了？放开！爸，我就觉得太无聊，想找点乐子嘛。找乐子？没看爸一头一害后吗？我就是想要帮你找一个对象，让你可以成家，让你可以结婚。啊、哦！现在那些媒人哦，没有一个敢接我电话了。刚好你爸那边亲戚有朋友可以介绍。爸，我没有妈妈。公开不开发啊！爸，这个家就只有你跟我，还有雪晴，永远都不会有他的位置。郑教授，怎么对不起？每次都这样，我每次啊，每次只要讲到你妈的事，你都会这样。你爸他只是关心你。我跟你讲这么多，知道啊？走啊，明天还要上班。就知道你最好了。都过了这么久，还舍不得换。就是用了很久，用习惯了。好，带回房间休息。不要。啊，害羞。傅理工，谢谢你一直陪我。真的好棒啊！小三，哎，昨天抱歉啊。你那个坏习惯要改掉，换做别人你早被搞了。啊？为什么跟我爸吵架会被告啊？你爸？对啊，你也知道，我每次跟我爸吵完架都会走一样的流程。你下次少喝一点啊！我怎么了？哎，我昨天都没什么印象哎。反正你就专心处理柯女士的离婚诉讼，其他的交给我。可是我们不碰刑事案件，搞不好有机会先把他抓进去关。不管怎么样，注意安全。嗯。哎，有点空哎。是你的脚步和我的咖啡，天空告诉我有个故事存在。看一下也不行。小气鬼。郑律师，傅律师，坐我旁边，快点。不然我们跟他一起玩个游戏。来啊！国王游戏，抽到国王的人就可以指定两个人去执行任务，执行不出任务的人，交和下。这把我是国王，我想要黑桃二亲黑桃 A。我可以喝酒，你不用亲我，真的。心里有那念的勇敢。傅理工，
干嘛？哪里不舒服？为什么来学校？找回我们的青春啊！郑哲手，十八岁生日的时候，你也是被我强迫来学校参加顶楼派对。好像从以前开始，我就一直强迫你做很多事情。抱歉啊，我就觉得很多事情想你这个兄弟陪我一起。如果不想去的话，我们可以回家。人都来了，我上去看看吧。说真的，我觉得我送你的礼物比你送那本书还好。什么时候在那边的、啊？你看这个都那么旧了，我干脆再送你一个新的好了。还我！我那时候喝醉送你这个时候还马上睡着，还一觉到天亮。还两罐啤酒，就睡到早上。还有这些东西啊，都是经过爱神加持的、啊，只要凑成一对啊，就跟对方在一起一辈子啊。谢谢。你喜欢这个、哦？没有了，随便看看而已。我爱你中邪，快回去休息吧。你最近应该没有受到什么威胁吧？干嘛这样问？你想跑法院？哎，知道了，知道了。可是外事小心。理工哥呢？一直在那边理工哥，理工哥。不跟我说，我自己打电话问理工哥。雪清，喂，李工哥，你在干嘛？雪清跑！怎么了？李工哥，你忍住了。他进来。胡立刚，他到底在哪？你怎么弄成这个样子啊？你还好吧，小工？医生说多休息就行了。先坐，坐，坐下治疗。嗯，坐，吃饭，吃饭，吃饭。想不到你也蛮厉害的，也没事就好。哎，我自己来就可以。少啰嗦，从以前就是这样，爱逞强。小公啊，拍戏哦，让你哦，因为阿手受伤。小公啊，这几天哦，让阿手照顾你。哦，好啊，那我这几天去你家住。还说要照顾我，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。谢谢你这段时间照顾我。过来，你不想抓？我先去洗澡。郑哲手，你的衣服。那钥匙圈老板跟我说，这是一对有魔法力量的钥匙圈，只要持有成对的两个人就可以一辈子在一起。你相信命运吗？那我先走了，我走了，拜。老板，我要这个。一定呀，这个要买对才能跟现在人在一起呀、啊。我没有跟对方在一起，哦，买这个，谢啊。哎、欸，要不要喝酒？还是去打几场，顺便运动一下啊？那你为什么喜欢我？布里哥，你为什么不看我？我们再也回不到过去一样，你知道吗？你会害怕吗？不会，只要跟你在一起，我就不会害怕。早安，早安，过来。啊，只是。这是我们正式交往的第一天。
你睡着了吗？其实你不用每天都准备好也没关系。我真的太晚才知道我这么爱你。喂，哥，怎么样，雪晴？爸要我通知你来院一趟。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我爸在哭。为什么他明明抛弃这个家，我爸还会这么难过？但我也一定不会原谅这个抛家弃子的女人。我会一直陪你。噔噔，怎么有这个啊？嘿嘿嘿，我还没准备好哎。没关系啊，再一张，来，再给你一次机会。嗯，好，三、二、一。干嘛？害羞？站着，站着。妹妹，走，我们回家。下去，爸，我不要跟你讲话。你为什么要生气？你先开始还想问先开始的，这重要吗？我喜欢他，就这么简单，没有伤害到任何人。如果他今天没有生病，你还会反对我跟副理工吗？为什么就是不能认同我？正妈她只是需要点时间。你为什么要一直帮着一个会反对你、拆散我们的人说话？我投出去，永远不知道答案。就算是反面，我们也可以先面对，就像我们一起面对离婚官司一样。对不起，我想要一个人静静。对不起，今天是我太冲动。可以原谅我吗？我说过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你都可以一起面对。我刚才要去医院啊，什么事情之后再讲。我和副理工都来了，你为什么要逃避？你们到底还要跟我谈什么？我们已经准备好，不管发生什么事，都会一起面对。请你谅解我们。这是什么？你妈给你的信，她知道她已经没有办法再跟你讲她话。非得要等到她弥留的时候。为什么要让我突然觉得我才是那个做错事的人？放心，我一直陪你。嗯。那我先去洗澡。正爸，哦，怎么那么早？这个送你。你怎么想来棒球场啊？要不要玩一下？快点啊！伸着手，我们分手吧。你刚刚说什么？我一直以为我对你的感觉是喜欢，但真的在一起之后，发现我并不快乐。不是说好一起面对？布里哥，我们虽然不能当情侣，但我们可以是兄弟。那瞬间，去你妈的狗屁兄弟！喂，怎么了？
妈她走。你在干什么？我还把你东西还给你啊。你知道吗？我在陪我爸安我妈塔位的时候，我看到了什么是无怨无悔的付出。傅理工，要不我们可以……我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对不起，我一直以来都在伤害你最重要的人，我的母亲。我觉得很抱歉，这段时间都没有好好陪着你，也没有感受到你的难过。我不是一个及格的儿子。来来来来，回来了就来吃饭。哥，要继续前进，要彼此的生活。傅理工，我一辈子都没有办法忘记你的爱。你好，师傅。Nikita， 你怎么在这里啊？你不是说你讨厌相亲吗？傅先生，嗨，这位是，我是他女朋友，你好。你搞什么鬼啊？你为什么要这样呢？我喜欢你，请你试着跟我交往。Nikita， 我会当你永远的后盾，我会一直陪在这种身边。今天要不要先休息了？这不是我们最美的店长 Nikita， 还是你要陪我一起喝一杯？我都看到了，没事啦。傅理工是我兄弟啊，你跟他交往后，我应当叫你嫂子才对。你这个自以为是的混蛋！我口口声声说你爱傅理工，我告诉你，今天就算我跟他没有在一起，我也不觉得现在的你有资格可以爱他。有没有来呢？不是在上班。我跟汪叔提辞呈了。啊？你要辞职？嗯。你是因为小工，还是因为我？阿嫂，小工前几天有来找过我，说要跟你分手。哟，他自顾自地帮你解释，说你不想伤害任何人。他说你啊。他总是说他叫郑泽守，守是守护的守，因为他要守护每一个他重视的人。不过郑爸你放心，我跟他主要是兄弟，只要他能够幸福。你不在，我怎么可能会幸福啊？爸爸想通了，幸福已经在你的眼前了，你要知道幸福不会平白掉下来的。你放心，不管你做什么决定，爸爸都会支持你，都会支持你。爸，你找我吗？这是二嫂交给我的，她就要离开了。对不起，这是我这辈子收到最棒的生日礼物。你眼睛闭上。傅理工，
你愿用的余生。我愿意。新郎官，你还敢迟到？抱歉抱歉。怎么迟到了？有重要东西忘了拿。这个可是见证了我们的爱情，正代表我郑哲守，不代表你傅立功。